又打格温，不想看了都，干啥呀？干啥呀？打格温就不想看，格温妹妹不可爱吗？超萌咖啡，那后面两个字是啥？不太认识。这超萌咖啡后面两个字是啥呀？超萌咖啡厅，那后面那个最后面的那个呢？哦，后面那个好像是炫彩的颜，炫彩的颜色的意思，应该是。靠，补刀呗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背包好色迷嘞，哎呦，没有办法哎。就是对线打不过这个是真没有办法，这个真是英雄问题在这里，你知道吧，就对线打不过是真没办法的。就对线就是难打，知道不，没有办法呀。我们就补刀啊，没必要打他，跟他打没什么意义，活下去就好了。
哎，龙头不能给我吗？行吧，没杀就行。就对线就真的没办法，你就像我们就是怎么说呢，感觉卡蜜这个英雄他现在就是一个抗压型英雄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一个抗压型英雄，不丢人的，玩卡蜜抗压不丢人的。主播不是教先出贪欲吗？压力比较大的还是带不灭裸三项吧哈，压力太大了没办法。我也想裸九头蛇呀，但是压力太大了，我要活下来。就打国服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去裸九头蛇，但我这打韩服压力太大了呀，我只能选择最狗的打法，知道吧，没有办法。教的肯定没问题哈，裸九头蛇肯定没问题的。什么叫现在是抗压型英雄？以前不是吗？哎，以前还真不是抗压型英雄。以前青钢影怎么会是抗压型英雄？你 S10、S8、S9 你去问一下，上单卡蜜是抗压型英雄吗？是个屁，他就是个轻装战士，跟刀妹跟剑姬跟武器是同一个级别的英雄。现在呢哈，现在感觉路途的，以前真不是一个抗压型英雄呀。主播下半本耀光900没用啊，三项降价了吗？那三项有没有降价呢？光耀光降价有什么用？哎呦，你怎么还敢去的呀，哥们儿？哎，哦，哎，你好。啊，好，你帮我挂门口就行，谢谢哈。刚刚点火好了，交一进去盖他呀，盖个屁了！我盖他落地，他
他 Q 技能回血，他 Q 技能能回很多血的，他 Q 技能回血，然后我伤害不够，然后我记，能盖个屁，不要质疑主播啊，不要老想着质疑主播操作好不好，我能在旁边，哎哎，怎么这么多人，什么情况，小黄娟晚好，你的牌子怎么好像没有那么闪亮了哈，他只要一技能交了我们就可以这样冲上去踢他一脚，他没有一的话他追不上我们，下一波可以直接杀他了，这里先蓄力尬盾 Q 兄弟们，然后 W1 上去，他虽然反应很快啊，一技能躲着了我们一，但是我们挂上点火一尬盾 Q 把他收下，确实啊，小黄军老子怎么说，这把赢了有没有建档，哎我今天播了一天怎么会一个建档都没有啊，流水好大呀兄弟，老板们可以的话支持一下哦，拆了呗，早上还是个医学塔，这个塔我靠拆的好慢啊，过年放假了，来主播会说江西话吗，会啊，大梦老师晚上好哟，家人们晚上好，哎你这个在家里洗碗做家务维持家庭地位也太惨了呗，我不会南昌话呀，我会封城话，我是封城人，我不是南昌人，虽然我的户口已经迁到南昌去了，但我确实是封城人，过年还播吗，应该播吧，不知道，我知道很多跟我说过年要给我上剑长上提督啥的，感觉得播吧，呵呵，我被画了好多过年的饼啊，
应该不会吧？你们过年你们会有很多活动吗？就是你们过年会有很多活动吗？比如说去和朋友玩啊什么之类的，会有吗？这不可逾的一个灯牌。陪老妈抓去做家务算不得活动吗？那应该不算吧，你总不可能你过年一直在那做家务吧。我是指比如说你们吃完饭啊，或者说做完家务啊，晚上啊，你们会有活动吗？应该也没有吧。回老家，如果像回家的话，特别回老家的朋友的话，应该也都没活动吧。因为我记得我回老家的话我是没活动的，像以前电脑不会带回老家嘛，像我那个时候吃完饭可能就没啥事干了。这样跳的，哎，稻草人在玩什么啊？烦。队友都不是白给啊，队友都不。哎，不是队友在带我节奏好不好？没搞错，明明是队友在带我节奏，无语死。我想走的，我不想打这波。这波怎么可能会想打、啊、我这波想走的，但稻草人绕了呀。本来一开始应该是去刷那个落单的大树，然后稻草人那往这边跳了，那我不就过去支援稻草人咯。不是、啊、你没搞错、啊、明明是队友带我节奏，搞得好像我在带我队友节奏一样，我才是那个受害者。 OK，
我急什么、啊？无语了。就刚刚那波肯定是我被带节奏了呀。我要反驳一句，就是我急了，那我要干嘛？我怎么办？我闭嘴得了。我不，我凭什么要我珍惜黑子啊？干嘛？我不要珍惜黑子，妈的，黑子说话我还得珍惜黑子是吧？可真别恶心我。靠，大龙被抢了，好脏啊！可惜了，妈的，这人被抢了，好可惜。那不能总，那总不能他妈只有黑子吧？那白子呢？白子干点事儿呀！妈黑子在说话，白子不能说话的呀！哎，打了被抢了。难搞哦！白子就你妈搁那笑，哎，白子就搁那笑，哎，这个就想着看他妈主播破防。等会以后主播自闭了，他妈你们就等着看那个黑化主播吧。等会以后他妈主播被黑子搞自闭了，你们就等着主播黑化吧。到时候主播无差别攻击，管你黑子白子。差点杀小炮爆说杀不了，没机会，逮不到他呀。杀小炮不应该由我来呀，我们让我们打稻草人去杀去。等几块钱，四一这把很好赢的，随便赢，我们队友也是优势。主要是格温单挑，我随便蹂躏他，知道吧？小炮也处理不了我。这小炮是不是在他屁股后面？我怎么看怎么像！操！你屁股后面没有小炮，我他妈跟你信！哼！不会以为主播会咬你这个诱饵吧？他屁股后面100%有个小炮，你信不信？那没他屁股后面没有个小炮，我跟你信，真的。
那有小炮怎么办？没有小炮，我给他们抽一个免费的建档，好吧？有小炮怎么办？来个有责任心的老板，来个有实力的老板。我就这样说了，你不信是吧？木鱼，你要不续个建档，对吧？怎么说？如果在的话，质疑主播的意思。他们现在唯一赢的方法就是把我抓到，知道吧？他们现在打团也很难赢，打四一更是输，所以他们唯一赢的方法就是我犯病抓到我。那不行，无论如何你都是赚，哎，我赚个屁呀！那么免费建档，主播不要出钱的是吧？哎，给直播间抽个免费建档，我他妈我不要出钱的是吧？搞笑哈、哦，真的是。而且更离谱的是，他妈我给他们抽免费建档，有些人抽到了，我给他发了红包，他不给我上建，我亏麻了，他能跑了，气死我了，真的是。之前他妈也抽个免费建档，钱给他了，转给他了，不给我上建档，哎。亏麻了。那天晚上睡着觉了吗？睡不着，睡不着，这辈子都睡不着觉了。还有那些跟我 solo 的啊，说跟我 solo， 我赢了他给我上剑，我他妈连赢他三把，第三把打完他们直接拉黑跑路了，我真无语了，输不起。为啥不敢提？打不过呀。为啥觉得我打得过小炮呀？哥们，你们为啥觉得我打得过小炮啊？出个蓝盾打得过吗？那肯定打得过呀，你要出个蓝盾肯定打得过咯。拆高地了，兄弟们。杀一个可以了，杀一个拿大龙的。不能又被抢一次吧，我操，再被抢要输的。
哇屌！这他妈是什么逼玩意啊！操！傻逼英雄！